阿燕，是你吗？他一定会来找我复仇的。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上林松久违了。阿燕的剑，江凌风，好好记住这种感觉。我足不出，举世难安。道貌岸然者，也敢称仙。上林宗也不过如此，下面一定进了奸细。我送你的礼物，你还喜欢吗？阿燕，你见过雪吗？